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dy， 今天我要出戰沙田啦，因為聽說一田的購物優惠日有很多激底美食啦，我就想知道如果我用500元 budget 可以買到多少東西呢，所以呢我們現在一起去搶購，跟我來吧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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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出發！哇，咁快我們已經來到一田的門口啦，這個就是他們的一田購物優惠日啦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們現在進去搶購先啦。今次的超市减价是连续两个礼拜去到6月9号的，我已经见到第一个目标了，南北巷这里有四折汤包，不要理了，先立了，跟着跟我来，我们左穿右插，眼望四周，哎，我见到这个举药减价，还有两款新口味，买来试试下先，这里这么多人一定有便宜，等我共进去看看，是20元的红本粉红蛋，我都想要一盒啊。咦，来到100元四件专区了，即刻过去看有什么筍东西。零食来说妈咪最喜欢的，立两包给她。这个舒缓贴我平时都有用开的，再行前多少少，北海道即昌薯蓉好像很正的哦。这个得意的帝王蟹饺子，啱 budget， 立埋它。好想买猪手，但已经一扫而空了。20% 的黑松露酱和白松露酱咁平，哇，好大啱喎！我超中意食嘅日本拉面都减价，哇，唔好理，每只味扫一包。我以为我都叫做大扫货噶啦，但系排队俾钱嘅时候，见到隔篱嗰啲几难几难咁上咧，真系有少少自愧不如啊！望一望啲 banner， 睇有冇啲咩信用卡优惠啱先。好啦，我已经终于买完咗一大袋嘢啦，而家就即刻翻屋企同大家开箱啦。好啦，我哋一阵间见啦，拜。系，经过一轮抢购之后咧，我终于翻到嚟啦。而家我前边咧系非常之丰富同埋澎湃啦，我俾大家望一下先，系超级无敌多战利品噶。喺呢个时候就梗系同大家一齐开箱啦，然后试食一下究竟今日呢啲收获系咪真系平靓正先。首先唔可以错过今次有100蚊四件专区，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嘢拣啦，然后我自己精选咗边四样咧，就系我而家手头上呢四样嘢啦。有呢一包日本卡洛 B 北海道嘅即冲薯蓉，两包容量非常之大嘅泡谷，有芝士味同埋腰果焦糖味嘅，仲有呢盒花王嘅蒸汽温热贴五片装，生理期痛嘅时候用咧系非常之舒服，平时买咧系30几蚊一盒噶，咁所以今次100蚊有四件咧系非常之抵。开箱最正咧就可以即场试食啦，咁咧我就试咗呢个芝士味嘅泡谷先啦，系少少咸香味嘅芝士。我今日乜嘢都未食，咁所以而家食第一啖真系好幸福啊！而另外呢一款咧就会系腰果焦糖味，咁食落去嘅时候咧，你唔会觉得甜到好流啊，要即刻饮水嗰一种啦。咁系一啲好上瘾嘅零食咯，好啦，我要停一停，我仲有好多嘢试食。然后第二样战利品咧就系一田独家发售嘅红本粉红鸡蛋，就系我手上边呢一盒啦。呢一盒十隻嚟自熊本县嘅鸡蛋，20蚊啫。我系对日本蛋情有独钟，夸张嘅程度咧就系我男朋友屋企唔系用日本蛋啦，然后如果我上去煮嘢食要用到蛋嘅话咧，我系会自己买一排日本蛋上去噶。咁所以咧，日本嘅白蛋啦、啡蛋我都食过，未食过粉红蛋啊。今日咧就用屋企嘅日本啡蛋同佢比较一下，究竟有啲乜嘢唔同啦。左边就系熊本粉红鸡蛋，右边咧就系日本啡蛋。咁我而家就打蛋啦，我唔识单手打蛋。又不可以凌空打蛋，给大家望一望，原来有分别的，粉红蛋的蛋白是清澈一点，然后蛋黄是橙黄一点的，横掂都打出来了，不争再煎埋来吃下啦。煎了出来就更加看到粉红蛋的蛋黄是橙黄色很多的。我现在先吃就是家的日本啡蛋，我真的超级喜欢吃鸡蛋，如果世界末日只可以剩下一样东西吃的话，我都是会拣鸡蛋的。为了公平，我先喝口水先，然后就是这个红本的粉红鸡蛋，嗯，味道都差几远的，它的蛋黄味除了浓郁之外，质地是厚身一点的，
嗯，呢个好食哦！呢一个鸡蛋而家特价20蚊一盒嘅话咧，真系好抵入手。食完蛋之后，而家讲嘅呢样嘢同鸡蛋都好 match， 非常之抵嘅一个优惠 set 嚟噶，就系我手上边呢个松露酱套装啦。呢一 set 里边有2盎都系130g， 分别系黑松露酱同埋白松露酱。我平时买开细细樽咧，都要大约110蚊左右，今次咁大樽，仲要系两樽加埋先至138蚊咋，爱嚟炒蛋啦、煮意粉啦，系一流。哎，哇，大力士啊，简直，哇！佢呢个黑松露味咧系好浓郁啦，然后咁大盎绝对唔需要悭住用。头先有鸡蛋啊嘛，而家即刻煮一个黑松露炒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喺出边食嘅黑松露炒蛋边有咁大份量，望到都好满足啊！我唔客气啦，将佢哋咧捞匀咗佢。咁跟住之后，你个蛋咧就会充满住黑松露嘅味道噶啦，同埋我煮嘅炒蛋系信心保证。完全唔需要落其他嘢，我连盐都冇落到。然后呢一盎白松露酱咧，佢就冇黑松露酱嗰种咁浓烈嘅味道，佢系有淡淡嘅松露味啦。然后好适合咧系煮虾仁啦、芦笋意粉，总之一啲比较清淡少少嘅或者蘑菇意粉咧都适合嘅。系啦，呢一 set 咧138蚊咋。食完啲味道咁浓烈嘅嘢，我哋清一清口腔之后嘅战利品就系我手上边呢两包咀嚼啦。每一包里面都有两种口味，这一包就会是西西里夏柠檬和北海道蜜瓜，另一包就会是盐柠檬和盐西瓜的。价钱就是25.9有两包，每一包有12粒果肉，里面都是这样细细包独立包装，搣了出来之后就可以这样切出来吃。我未吃过盐和西瓜这个 combination， 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呢，它是有西瓜糖的味道，但是呢它有少少咸咸地，即是平时大家可能吃雪糕咧，嗰啲盐再加 caramel 嗰种配搭咧，就系差唔多啦。因为呢排咧，我咪朝早成日都做运动啦，跟住爆汗啦，咁呢一款咧就可以帮手补充少少盐分啦。一个啫喱咧系14卡路里嘅啫，咁所以咧 OK 嘅 OK 嘅。跟住落嚟呢一样嘢，我觉得性价比好高，然后仲正我嗰份就系讲养生啦。佢就系我手头上呢度超级大包嘅南北壳时令养生汤包 ，total 有8pack 嘅汤包咧，只需要100蚊啫。total 有6款唔同汤包，咁大包里面有晒所有材料，只要加啲猪肉、鸡肉去煲汤就得噶啦。话明时令汤包，夏天又点少得呢啲清热去火啦、去湿汤咧？除咗呢啲之外咧，仲有另外一啲系我嚟补身嘅，好似呢一啲霸王花润肺汤或者木耳红枣汤咧，都系非常之好我嚟养生噶。有咗呢个套装嚟紧，就唔需要烦恼想饮汤啦，又唔知煲咩汤好啦。你以为差唔多完？仲有啊，仲有我手头上嘅呢个日本超谷质拉面啦，同埋韩国嘅帝王蟹饺子。呢一款日本拉面我之前食过，系好好食，啲味道劲吸引啦。今次咧系58蚊有5包，系可以任拣味道嘅，例如有黑豚猪骨味、近干牛骨味，跟住有甜虾啦，有蟹啦，仲有我最中意嘅帆立贝味啊！佢嘅煮法就系用500ml 水将呢个面煮4分半钟啦，然后熄火，将呢个汁倒落去，等一阵之后咧，你就可以怀缅一下呢个日本嘅思乡之情，真系好正噶。然后配面最好系乜嘢？就梗系饺子啦。咁所以今次咧，我就拣咗韩国呢一个帝王蟹饺子啦。平时我哋食嘅咧都系啲菜肉饺啊、鸡肉饺啊。呢、这个是帝王蟹饺子啊！听落去咁高级嘅饺子，一定唔会平啦。错啦，呢一包是50蚊，有2pack 啊！真系用平民嘅价钱就可以食到贵价嘅帝王蟹饺子啦。讲多无谓，试食最实际。咁我就会煮头先嘅拉面俾大家望下个样啦，然后就会煎2只帝王蟹饺子出嚟嘅。搞掂，煮好可以开始食啦！大家唔好以为个面细细包，份量超多啊！因为个面仲好热，我就试咗个饺子先。呢个饺子，嗯，里面咧系有啲菜啦，有啲粉丝咁样噶。佢嘅形状系比较长身，然后食落去咧系有一阵胡椒啦，有一种咸鲜味嘅。咁虽然咧就唔似食一梳梳嘅蟹肉，因为佢都系饺子馅嚟噶嘛。咁但系里面咧有粉丝有菜咧，系好清新啦，好丰富啦，然后个味道好足够嘅，唔需要点任何嘅酱汁噶啦。然后面咧，我系煮呢个帆立贝盐拉面嘅。头先大家睇特写嘅时候咧，见到个汤好清澈啦。咁我而家咧
它是很濃郁但是又不会很油腻，因为它不是豬骨汤底，它是用贝壳类整出来的，就是有那种咸鲜的味道，跟我饺子劲夹。煮四分半钟的话，它的爽蛋滑是配合得很好，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款面，我是整天都吃的，真是精选推介来的。以上就是今次一田购物优惠日的战利品，这么多样东西500元都不用，只是个汤包和松露酱都已经抵了。而超市优惠还有连减两个礼拜，由5月27至到6月2 6月3至到6月9都有不同的笋货，大家都可以去一田的网站看一看。而如果你有汇丰或者一田信用卡，在一田购物优惠日那里消费满指定金额的话，还可以换你现金券添加，最高是会有500元的现金券。好了，今天这个一田购物优惠日的体验和开箱就来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从我的精选当中找到最吸引你又好抵的一些东西，希望大家都喜欢这条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给个 like 和 subscribe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的，逢星期六、星期三和星期日就12点，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